那个是耳钉的，实际的工作的电流是4啊，就它的最大承载是8啊。那不是耳钉的承载吗？哎呀，怎么这样拿回来的？就这样的，没罩子的。把4年时那个速度调慢吧。啊。对，你这个耳机，我这边也调慢了。没有啊。你看一直盯着不看吗？